怪了。那你们只能用背的啊。用背，读册都无得认真嘞，你用背。奇怪，那你只能用背的了，三句话而已。啊，三句话，可是那脚本来是，嘿，老一下，那肉肉等，二四个字，然后都没有逗点。其实我哦，我如果少吃一点。少吃一点那个糖的东西，体脂降下来，体脂降下来，对对对，这都是糖。放弃 QQ 糖，不要再吃 QQ 糖。又爱喝奶茶，早上每次一定要喝奶茶，我要加一些什么东西？你要养生，对，养生来不及了，可以，这个年纪还养生？可以的，你玩笨蛋嘞，玩笨蛋嘞。我喜欢的这种乐趣呢，你们不能帮帮我们多多多多。QQ 糖就多吃无疑啊！哎，我是小孩子长大。那你是台第二次派二十首历届金曲歌手。你看得到了吗？他是我们信吉最红的一位大哥。你存了钱还不要闹，你讲不？哎，不一样，他们是接班人，接班人。说一句话，我要退休了。干嘛这样？雪哥你在干嘛？雪哥你在干嘛？OK， 怎么了？他现在模仿芭比娃娃。哦。比我模仿芭比娃娃。本来就是。对。哎，不会说话。哎，真的是。酒窝怎么来的？就我去用那个电钻这样子挖的，这么好用啊？要玩一下吗？先不要，会有疤。先不要，会有疤。拉一下到底嘛露胸你这辈子永远没有机会帮沈哥拉拉链，我跟你说，你小心你会拔他的胸脯的毛啦。羡慕吗？羡慕啊，沈哥。哎哎呦，江婷你帮沈哥脱衣服啊？没有，我帮他拉拉链，可是手回去不洗了。那你就上不去。我的罪就现在是让你能摸我头发而已，身体是不能摸。我是一个有修的啦，有修的啦。你是讲安内哦？这是一个夹吧？啊，我比较喜欢平衡一点。两边都摸一下。没事，钓鱼。聊钓鱼。我那个两米六的芭蕉旗，0.6号杆拉上来，这个记录没有人破的吧？幕后花絮，我们下集见。